Hi, welcome to English Composition. I'm Michael Chang. I'm here with Cher Chen today. 各位同學大家好,歡迎回到英文作文課程。我是Cher,在我身邊的是鄭老師。And today we're looking at Unit 11, and our topic is called Once Upon a Time. 好,今天呢,要跟各位同學講解的是單元第十一喔。once uh Upon a Time,很久很久以前。 and so what we're going to do in this unit is we're going to learn how to tell stories. And stories are also another form of narrative writing which we've been working on for the last few weeks. 好,那我們從這個title中我們也可以看得出來,今天這個章節呢,我們主要的是要教各位同學如何去講一個故事。好,那故事呢其實也是屬於敘事文的一種哦,那我們已經花了好幾個禮拜在講述敘事文了,今天我們將會繼續講另外一個形式。 all right now when we think about stories and especially fairy tale like stories like the one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today we can think of there are many lovely characters we have attractive plots and also they usually end with a very happily ever after kind of ending. 好，那为什么故事会这么让我们喜欢呢？那当然啦你们故事中呢，经常会有一些让人很喜爱的一些角色，然后呢，会有一些引人入胜的情节，那当然会有一些到最后我们一些很期待、非常憧憬的一些美好的结局，会让你觉得哇，这样的故事好棒哦。 is that when we're learning to write and we're learning to narrate a story is that we need to learn how to sequence our events and our actions so and the actions in the story so our readers or the listeners to our story can follow the story easily. 好，oh, 那在讲故事的时候呢，有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哦，也就是呢，呃，身为一个说故事的人，你必须要能够把发生的故事的事件跟情节的顺序排列的清楚，这样呢，才可以让你的听众或者是让你的读者能够跟上你的故事的叙述。And so, therefore, what we're going to start off with our lesson today is we're going to start off with our grammar focus section, and we're going to learn something about verb tenses, and we're going to see how we can use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verb tenses in a narrative. 好，那既然我们提到了这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哦，也就是呢要把故事的情节跟发生的事情排列清楚。那所以呢，我们今天先必须先从文法开始讲起，教各位同学如何使用动词的时态，然后呢去暗示出来在时间上面各个不一样的一个层次。Right, and so we're going to have Dr. Chen take over, and she's going to go um teach us in our grammar focus section. 好，那接下来呢，文法重点部分将由我来为各位同学解说时间上时间轴上的动词的一些细节。 好，那我们跟刚刚跟各位同学提到哦，说故事的这个呃过程哦，那通常在说故事的时候呢，说话的这个人啊，他会通常会使用所谓的过去式。那当然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喽，因为呢，相对于叙述这个故事的这个当下，也就是现在。 那你叙述的故事呢？哦，想必一定是发生在过去的时间的哦。那也因此呢、哦，我们会使用过去式。可是啊，我们在故事里面，我们刚刚提到有很多不一样的角色，那这些角色都在不一样的时间去做不一样的事情哦。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利用这个动词去表示他们所做的事情的先后以及顺序呢？哦，我们只要能够使用这顺利的话，我们就可以让这故事变得非常精彩而且非常精确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所谓的这个时间轴的概念。 好，我们使用动词的时态的时候呢，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则哦。在说故事的时候，请你使用过去式，但是千万别忘了要善用变化。过去式呢，哦，如果各位同学还记得的话，我们说过去式其实可以呃衍生出几种不一样的时态哦，包括了过去简单式、过去进行式、过去完成式，还有过去完成进行式。好，那当我们在说故事的时候呢，我们最常使用到的是其中的三种。 我们会使用过去简单式来描述故事的这个动作哦，还有一些事件。那我们会使用过去进行式来描述部分动作的背景资讯，还有一些事件。那至于过去完成式呢？哦，我们则是用来表示故事动作的这个期间，还有这些事件的一个持续的一个段呃一个感觉。好，那我们现在呢，来为各位同学介绍一下完成式的部分。 好，所谓的呃过去完成式呢，我们刚刚已经提到过了。过去完成式就是指过去时间完成的事情。那所以完成式呢，意思就代表的是，呃，在你已经做完、已经完成，那你还有可能会继续做下去的事情。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哦，完成式呢，通常被用来描述一些在你的生命中已经发生过的事情。 好，那现在在完成式，当然我们也可以搭配着时间做一点改变。比如说现在完成式，我们指的就是在一个不特定的时间发生的事情，或是在过去的时间开始，那且持续到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某个时这个时态呢，哦，我们也会使用过去完成式哦来强调说，在这个过去呢，哦，某一个行动、某一个动作，它在开始之前哦已经完成了哦。那在过去时间点之前就已经完成，所以我们会使用的是过去完成式。 好，那像过去完成式使用的状况呢，经常会发生在播报事件的时候，或者是我们用来叙述非常复杂的一个情节的时候。你不只要讲述过去的发生的事情，你还要讲述过去发生事情之前又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一个背景资讯。哦，那你各位同学现在就可以知道，完成式哦，其实是在这个描述背景资讯上面是占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的。 好那当然，我们既然提到了现在完成式、过去完成式，我们不要忘了有所谓的未来完成式。未来完成式呢是用来描述在未来的特定时间点哦将要去完成的一些动作哦。它呢可以用来表达是在未来特定时间点之中哦还会持续进行的一种状况哦。好，我们现在来为各位同学举用一个例子哦，来为各位同学讲解。 好，那在这个例子里面呢，哦，他讲到的是这样的一个方法。I will have been married to your mother for thirty years after this wedding anniversary。好，那像这个句子呢，哦，通常应该是可能爸爸跟小孩子讲的啦，哦，他就说，在这个结婚纪念日之后，我和你妈妈就要结婚满三十周年喽。 哦，oh, 那在这个特定这个句子里面，特定的时间点指的是在这个结婚纪念日之后哦。Oh, 那当然我们也知道还没发生，所以它指的是未来的一个时间点。不过呢，在这里我们却特别强调持续的动作，也就是持续结婚了三十年哦。Oh, 那这就是我们未来完成式的一个使用方法。 好，那现在各位同学了解了完成式的概念之后呢，我们来为各位同学介绍一下完成式的句型。那其实完成式呢，哦，它的句型哦很简单，一样是主词之后呢，我们会再加上 have 哦这个动词哦，然后再加上动词的过去分词的形式，所以这就是我们使用完成式最基本的一个句型。好，那我们可以看看如果是现在的完成式呢，我们会有主词。 哦，加上现在式的这个 have 或是 has 这个动词，再加上动词的过去分词。哦，那各位同学应该都记得，have 是用在指像是第一人称的 I 或是复数的 we 哦，以及第二人称单数跟复数的 you 的时候哦，还有第三人称的复数 they 的时候，我们都会使用 have。啊，has 只有出现在第三人称单数像是 he 或是 she 或是 it 的时候。 好，那我们来看过去的这个状态。过去完成式呢，它的基本句型是主词加上 had，好、哦，那再加上过去分词的动词的形态。那这应该没有问题，我们是把 have 改成过去式哦 had。好，那未来式的话更简单了哦，我们一样用 will 去呃指出我们这是未来发生的事情，will 之后加上 have 的动词原形，那最后再加上动词的过去分词的状态。好，我们现在呢来把这个完整的基本句型呢列出来给各位同学看一下，请看到这个表格。 好，这个表格呢，我们可以看到、哦、它有包含了直数据、否定句以及问句哦。那在旁边呢，也都列出了我们这三个最基本的句型哦。在否定句的时候，我们加上了 not 哦，去表达是否定的概念。那加上问句的时候呢，我们把 have 这个助动词移到整个句子的最前方哦，把主词往后移，最后呢再加上动词的过去分词哦。那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有各种不一样的例句哦，请各位同学自己参照课本，可以去做一个研读。 我们现在为各位同学讲解另外一个重要的概念，也就是怎么样去在完成式中明确的指出所谓的时间点。哦，那我们常常使用的呢是像 since 这个单字。哦，since 呢代表的是自从。哦，它也是用来标示动作开始的时间。哦，那当然我们知道我们是完成式，所以会持续一个段落的时间。那此外呢，我们还可以使用 already、哦。哦，already 它代表的是某些事情发生的比预期还要早哦，所以它是已经完成的一个概念。 那最后呢，我们还有一个常用的哦，是 yet 哦，yet 在这里呢，我们是加在句尾，代表的是还没有哦，暗示的是这个动作还没有结束哦，哦，有可能持续进行。那 yet 这个字呢也很特别，它可以用在呃问句上面来做使用。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些例子。好，我们看到例句一跟二，来。I have visited three countries. I have visited three countries since 2007. 好,我們可以發現呢,在這裡有用了 since 之後,動作開始的時間點就非常明確了。好,接下來。Kate has left. Kate has already left. 好,那我們那這兩個句子一樣都是完成式,但加上 already 之後,你會發現這個動作比預期中還要更早發生的概念就很清楚了。Paul did not write his paper. Paul has not written his paper yet. 我们这里会发现，第一个句子用的是过去式哦，表示他这个动作已经完成喽。哦，Paul 是不会再继续写这个文章了。哦，那但是呢，如果我们用完成式的时候，并且加上了 yet，哦，我们会觉得会觉得这个概念是还有可能会持续的，代表说他目前没写完，但是他待会儿可能还会接着写。好，我们来看一下一个问句的例子。Has Paul written his paper yet？好，我们加上 yet 在句尾之后呢，这个问句的口气就变得比较不确定了。 好，现在已经完成了这个文法讲解的部分了。All right, so we'll take a break now, and we'll be back after the break. 好，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我们就要来看看这个故事喽。 Welcome back. So in this segment of the show we're gonna look at some look at a very popular fairy tale and it's probably a fairy tale that you heard of when you were a child. And so maybe what we can do is talk about some of the really famous fairy tales that are maybe familiar to you. And so for me, um, I remember as a child hearing stories like Cinderella, Sleeping Beauty, Jack and the Beanstalk, and Little Red Riding Hood.. 好,那我们举几个例子, and so do you have any kind of favorite fairy tale when you were young? Uh, I actually like uh, the fairy tale with Princess and the Prince。郑老师询问说我有没有特别喜欢哪一个类型的童话故事。那因为我是个小女生,所以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的童话故事的类型也就是会有有公主会有王子这样子的故事。Yeah. Oh, and so this is kind of different from the stories that I liked. And I liked more of the adventure kind of stories, like the Jack stories with Jack and the Beanstalk, where Jack has some kind of adventure and he triumphs over the monsters. 好，那我们可以发现男生跟女生真的很不一样哦。像郑老师他小时候最喜欢的呢，就是像是 Jack and the Beans，哦，这个 all right and so when we talk about the story that we're going to prepare, to prepare to present to you this is going to be one with a princess in it right yeah uh, okay and then what's, very, what's something very special about this princess well, this princess uh, actually is very, very beautiful and very nice and friendly. So, a lot of animals like this beautiful princess. Okay. And then there's also a favorite kind of food, right? In this story. Yeah. This story, we mentioned actually a uh, very famous one apple okay mm -hmm. and so then at the end of the story we also have something that's very powerful what's the, the, the action that conquers all and saves the day well uh, this is like a very traditional typical fairy tales in the end princess and the prince would have this love which conquers all the evil things 好，我们现在刚刚跟这个郑老师哦来讲述到说，哎、欸，我们挑选给各位同学这个故事，它刚好具备了我们经常讲述的一些传统的童话故事的一些特色，比如说呢，这里面是有一个美丽的公主的。 那这公主呢，她是非常的善良，非常的美丽，连小动物都喜欢她哦。那而且呢，这里面我们还讲到一种水果，最有名的也就是这个苹果啦。哦。苹果刚好也是我喜欢的一种水果，所以我对这个故事特别有感觉哦。那最后呢，当然故事到最后一定是有一个罗曼蒂克的一个结局啦。所以我们会发现啊，爱情就可以这个克服所有的这些邪恶的事情，这些困难。 And so also in this story we're going to use many different verb tenses and we need to learn some vocabulary before we begin. let <music> Let's take a look at our vocabulary. Our first word prince. 好,我們來看一下單字,第一個單字王子 princess. jing dan Gongju jealous. jie surpass. shang exile. liu wang. hide. du wicked. shi dwarf. shao ai mine. quang kung cottage. shao o. disguise. jia poison. Du Yao unconscious. bu shing jen coffin. guan mu. mourn. pei shang ai dao. lai. ping Tang awaken. chao shi and then our last phrase is fall in love with somebody 好,最后呢,这是一个片语哦, right now we're going to go take a look at our writing model and we're going to read it together 好,接下来呢, snow white a long time ago there was a beautiful princess named snow white she fell in love with a prince from another kingdom however her stepmother the queen was jealous because she wanted to be the fairest in the land and snow white's beauty surpassed her own so the queen exiled Snow White to the forest. Snow White hid from her wicked stepmother in the house of seven dwarfs, but the queen soon discovered where Snow White was living. 因此，王后将白雪公主驱逐出了王国，赶到了森林里去。 白雪公主为了躲避这位邪恶的后母，所以躲在七个小矮人的家里。可是王后最后还是发现了白雪公主的踪迹。One day, while the dwarfs were working in their diamond mine, the queen arrived at the cottage. 想着有一天小矮人出门去采逛、呃、钻石矿山采矿时，王后就到达了这个小屋。 Disguised as an old woman, she persuaded Snow White to bite into a poisoned apple, which made Snow White unconscious. When the dwarfs rushed home at night, they saw Snow White on the floor. They placed her in a glass coffin and mourned for her. 小矮人晚上急匆匆地回到家里时，却发现白雪公主躺在地上。于是，他们把白雪公主放进了透明棺木里，对她默哀。For days, Snow White lay in her glass coffin in the forest until one day the prince who had fallen in love with Snow White saw her shiny glass coffin. 白雪公主躺在树林中的棺木里好多天了。 He had been riding through the forest looking for Snow White for a long time, and he finally found her. He awakened her from a death like spell with a kiss. They went back to his palace, got married, and lived happily ever after. 从此就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And so now, this paragraph in the writing model is obviously the story of Snow White, which you've probably heard when you were young. 好,那這個故事呢,各位同學想必都可以想上起來哦,這就是我們以前兒從小拿的白雪公主的故事. Right, and so we can divide this story into three sections there's one section that begins in the kingdom for example 好,那其实这个故事呢,第一个场景呢, and then later there's a second section and this is taking place in the cottage where snow white and the seven dwarfs lived 好,那接下来呢, and then finally there's a third section in which snow that takes place in the forest and this is where snow white is rescued by her beloved prince and so what we're going to do is we are going to review the story according to each scene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narrator, narrator's choice of tenses 好，那既然我们现在已经了解这个故事，也了解场景了，接下来呢，我们就依照场景来分析一下这个故事。同时呢，我们也会一起注意到作者在使用时态上面的一些选择。And then we're going to do that when we come back after the break。好，我们现在呢先休息一下，等我们回来之后再为各位同学继续做讲解。 Welcome back. We're going to go to our writing analysis section. Alright, and so what we're going to do is analyze how the verb tenses are used in the first part of the story. 好，那接下来呢，就照我们刚刚跟各位同学讲的，我们把故事分成三个部分。在第一个部分呢，我们现在呢来为各位同学讲解一下里面使用的动词。And so in this part of the story, most of the verbs used are meant for describing facts that that were in existence at this time. 好，那在这个部分呢，多数的动词哦都被用来描述当下的现实的事实哦。 and so for example one fact we can see here is that the princess snow white was a beauty All right, and then we also see another fact is that the queen was unhappy about her stepdaughter's appearance Alright, and so these are facts that are taking place at this time in the past. And so we're going to use the simple past tense to describe the events here. 好,哦,所以呢, in addition, we have a lot of events in the story that are just happening one time. 好，那除此之外呢？在过去时间之中哦，我们有时候会发生一些动作。那这个动作呢，还是一时之间的行为，在过去就已经结束了。那我们也会使用这过去式来表示。And so, for instance, we can have this single, this one-time event where Snow White fell in love with the prince. Another one-time event where the queen was jealous. 好，那是种所谓的一时之间的简单过去式的例子呢，像是这里提到的白雪公主与王子相爱哦，这个是指呃一个我过去就完成的事情。另外一个例子是皇后驱逐了白雪公主哦，这样的动作都是当下完成，并不需要一直持续的进行的。All right, and so now let's go on and take a look at another section of the story.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在这个场景二的部分。All right, so now we're going to the second part of the story, and here the simple past and Past progressive tenses are going to be used and mixed together. And so, for example, we have a single one time event where the queen discovered where Snow White was living. And so, this living is a longer background event that's continuing. So, we use discovered in the past tense and once living in the past progressive tense. 好，那像在句子里面，我们说皇后发现了住在森林小屋里面的白雪公主。那白雪公主住在森林里头已经住了一段时间了，所以呢，我们可以聊用这个过去进行式来表达白雪公主持续在进行这个动作的状态。那但是皇后发现了白雪公主住在这里，发现这件事情这个动作是一时之间的事情哦，所以呢，我们用简单过去式来描述皇后发现公主这个发现的动作。 And as we look a little bit later in the paragraph, we see that the queen went to the cottage where the dwarfs lived and that she arrived. This is past tense because this is a one time event. She arrived during the working hours of the dwarves. And so the dwarves are working for a longer period of time. And this is a background, a, a longer background event that occurred during the time that the queen arrived.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讲到说，皇后趁着小矮人白天出外工作的时候，她来到了这个森林小屋里面哦。那这时候我们可以发现呢，作者在讲述这个皇后抵达这个森林小屋的时候呢，他用的是简单过去式哦。那因为这是一时之间就可以完成的动作，抵达了哦，假扮了哦。那但是相对而言呢，这个时候小矮人他其实是在背景之中呢，她是正在工作的。那所以呢，我们就使用了过去进行式来表达背景的资讯。 all right and then as we're going to go on and take a little bit uh, look a little bit later uh, this is when the dwarves come home at night and they see snow white she's on the floor they think she's dead and so we have these single events that are happening in happening in progression they rushed they saw and then they placed and so we're using the past tense the simple past tense for these three events 好，那之后我们提到说，当小矮人回到家，打开门，然后就看到白雪公主躺在地上哦。那这三个动作呢，其实是照着时间一个接着一个的去进行的。那这时候呢，作者就使用了过去简单式来描述这些动作啦，哦，让它显示成是一个动作接着下一个，哦，来表达这三个动作持续呃一個,續一个接续一个接续一个进行的一个状态。好，那故事的最后一个部分呢，哦，我来为各位同学快速的讲解一下。 故事结尾的部分，你会发现它包含了三种时态哦。一种是简单过去式，再来是过去进行式以及过去完成式。那当完白雪公主被发现躺在地板上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她已经不省人事一段时间了，所以呢，她维持躺在地上的动作。哦，那我们用了过去简单式的方式来表达维持这个状态。哦，那但是我们因为不确定他的时间，所以呢，我们还是用简单式的方式就可以了。那有一天呢，这个当初爱上了白雪公主的王子终于来到了森林里哦。那我们知道的。 在这个最前面的部分，我们说过，王子跟公主呢，在被流放之前就已经是相爱的了，所以呢，他们这份爱情持续了一段时间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当然就使用了过去完成式来强调这王子已经爱上白雪公主，而且持续了好一段时间。那当然，包括他持续的骑着白马到处去寻找她，这样子呢，也是一个持续的动作，所以我们一样用完成式来强调这样的状态。 那接下来呢？他找到了公主哦、喔。然后呢？他就是呃，就是这我们用过去的进行式来表示说持续的寻找哦、喔。那到最后找到的当下，我们就使用了简单过去式表达你这个当下找到的一个动作的形式。 那之後找到她之後,我們知道的,王子呢,就親吻了公主,叫醒了她,帶她回家,然後他們兩人就結著婚,接下來呢,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那這些動作呢,當然沒有什麼問題啦,我們都用一個簡單過去式來表達就可以了,因為它是一個接著一個的動作狀態。Right, what we're going to do now is talk about the homework that we want you to do. So first of all, we want you to finish the grammar exercises that you have in the chapter. Um, and then go on and do the writing activity, which is to write your own uh, kind of fairy tale, or your own story. 好，那这个礼拜各位同学回去之后呢，要做的事情，当然第一个，我们需要各位同学再去呃复习我们这一个单元中讲到的一些内容。那当然呢，各位同学接着就要把这个文法练习的部分，还有后面写作实习的部分，通通都完成哦。那在写作实习的部分，我们希望各位同学写作一个自己的故事，或者是一个让你。 呃，uh, 印象最深刻、最喜欢的一个故事。And so there are a lot of stories that you can pick from. And so maybe there's a story that you really enjoyed. That's a Western story, like a fairy tale, or maybe you also have a Chinese story that you want to tell about. 好，那我们这里提到故事的部分呢，并没有要求各位同学一定得写所谓的西洋的这种童话故事哦。那各位同学当然也可以去写作我们这个中国的一些传统的一些故事。 And so, for example, for me, there are a lot of Chinese stories that I like. And so, I like the San stories, for example. And if I want to write a Chinese legend, I would pick something from San Guo. All right. And so, you don't have to pick a western story, you can pick a chinese story. Uh, work hard in your story and we will be back next week for another episode of English composition. 啊那各位同學就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不論是西方或是東方的故事,都可以照自己的喜好去選擇,然後把它改寫成一個合適的段落。那我們下個禮拜回來之後呢,哦,我們就可以再跟到同學繼續接下來的課程了。All right. Thanks for being with us. 好,謝謝各位同學今天的參與,我們下次再見。